85周年庆技术大奖，这得奖者呢是得到了这一台价值183万的重机哈雷机车哦，可以说是哦这个得奖者也非常开心。不过呢，他其实他也替姐姐领奖的，但整个这个骑上去的样子哦，可以说是非常帅气。主要呢这一台183万的这个重机，它是有大概1868cc 哦，呼啸而过，这个马力可以说是相当强，而且呢还是这个外形非常特别的蝙蝠头挡风镜，还有分流的通风口。 加上还有这个资讯娱乐系统，可以说是非常高档的重型机车，而这就被百货公司呢拿来当做大奖，1/100，就我，谢谢，真的很高兴，谢谢。 他说自己是1/100的幸运儿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百货周年庆，大家都想抽大奖。光百货公司呢，这次周年庆就发出了将近97万组，就是快要100万组的这个抽奖组数了。能在这当中呢获得这个头奖哈雷机车的这个幸运儿，得奖者说呢，他们全家集中消费，加上这超旺的偏财运，把这183万的重金呢给牵回家。